再来看南投地检署调查台中市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会长陈明乾甲社长的秘书侯会员开100多万，第三买到运动用枪支的专属使用权。检警伫四位民众的厝内查到3支枪、千外粒的枪支哦。检方嘛依法甲这会长告秘书起诉。警方发动搜索，查获大批枪支，算上就1700多发，还有3支自制枪支。不过，这全部拢是伫运动协会会员厝内底找出来的。难道警方去年侦办一件电信男子涉嫌持有自制枪支的枪案时，查出台中市一处运动协会以超过100万的代价，宣称会员会使取得枪支的使用权，并对外宣称，只要加入会员即可任由会员，将枪弹悉尼枪弹库房，目前查获有蔡姓会员等4人，因此误认陈某所述的行为为合法行为。南投地检署表示，陈姓会长已经张姓秘书为着要收取会费，宣称会使来买运动用枪支专属使用权，将枪弹载入开库房，已经违反规定，以违反枪炮弹药多项管制条例来提起公诉。资深的射击协会表示，弹药除了未使离开库房，训练的前后，拢必须要向警方来登报。练习完或比赛完，就是要马上入库啊！警卫在守这个枪库啊，警察的话，他可能会不定时的会来抽检嘛。呼吁人表示，运动协会虽然是依照规定，会使伫专供射击使用的场所来使用合法的枪弹，不过毋是会使提供予会员家己扎出去或者是保管，而且依照规定的入库，而且通知警方来清点，这是完整的程序。记者台中南投综合报道。